狗小狗汪汪汪，你学妈妈嘛？小红豆，汪汪汪汪。现在小红豆模仿能力还行，你做个动作让它模仿吧，它还可以。但是你那个教它学说话，你教它多少遍，它不发声儿，它也不跟着你学。什么问题呀？啊？你看妈妈。抓脸，妈妈在干嘛？抓头，对，抓头发，对，他模仿能力还可以，主要就是你现在教他学说话，他不学，自己玩的开心呢。但是一天天的也在进步呢，之前他扶着这个床不敢坐下来，这两天才慢慢的敢坐下来了。啊、哦。每天都在成长，是不是小红豆？现在也能独立站那么一会儿，认字吧，小红豆。这是姐姐认字的，谢谢。你跟妈妈学说谢谢，小红豆。嘿嘿嘿嘿嘿，说的什么？重新说一遍呢？啊？说啥嘛？哎，裙子不要撩。哦，跟着姐姐学说话呢。以后跟着姐姐学说话啊，是不是啊？以后让姐姐教你学说话啊。啊，姐姐在说什么？去冰箱里找苹果汁，没找着，是不是？嗯，哼，我，那是书，你扔它干嘛？你的小脚想干嘛？哎，不要踢，不要踢。好，躺下来，哎，躺下来啦，躺着舒服吗？起来，呦，你又搬来这么多玩具啊？一起玩一会儿玩具，然后我再收掉，我一定会收。小红豆，过来吧。小红豆，小狗狗过的来我吧，过来也跟弄姐姐一起玩。好，小狗狗的我也弄好了。好了，带着妹妹一起玩吧。好的，我是厨师，现在，然后你们两个想吃啥呀？妹妹，你想吃啥呀？想吃啥呀？想吃啥呀？啥都行是吧？那我就给你做一点啥呢？啥都行啊。还拍拍姐姐，这个厨师可以，给他做个什么呢？应该可以做个面片吧，软软的小面片，炒面片还是要洗面片。两个小杯子，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喽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，再见。